And in related news, we caught up with Zhang Xianfeng, director of the much-acclaimed Cantonese opera film White Snake. He talked about translating the folk opera classic for the big screen, making it more accessible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.因为毕竟说戏曲电影跟年轻观众离开时间太久了，可能过去有一些戏曲电影啊，比较多的戏曲电影可能，但是它的结果更像是学术性的一个资料，学术性非常高，可能跟年轻的观众们距离比较远。那其实我们也想希望借一部这种影片的话呢，用现代的电影技术手段，在传统艺术和观众之间架起一个桥梁。因为如果年轻观众喜欢这个电影的话呢，那么他就有可能关注这戏曲艺术，也有可能说未来会从事这个戏曲这个工作。我觉得这个未来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途径啊。我们整个的预算啊，就是差不多有将近一半的预算啊，都用在了这个水漫金山上啊。现在看下来也确实值得。舞台版的时候其实是水秀来表演的，因为虚拟化的表演嘛，因为毕竟说。戏曲表演更多的是虚拟化，假定性比较强啊，这是它的艺术形式啊。但是呢，真的要呈现大荧幕上的话，你说让演员去演这个水浪都接受不了啊。但是呢，又一个面临问题，就是说水浪其实在 CG 和特效制作里面难度非常高，数据量非常庞大，而且这次又做了一个 4K， 在这场戏份也做了很多探索和尝试，因为毕竟是国外团队，毕竟他们按照好莱坞的方式做这水浪，好莱坞你看奇幻大片的那种灾难片里那种波浪滔天那种啊。很强烈，但是缺乏东方艺术那种气韵，所以说后来我们又沟通又进行调整，色彩的调整啊。其实你看里面浪，它没有那种常规的那种蓝色和绿色，都是那种类似水墨画那种大写意的感觉。林西方音乐，比如说弦乐哈、啊，那种它那种细腻的情感会比我们的戏曲的弦乐会更加细腻一些。比如说像白素贞在金山寺里边甩水袖那段戏，啊，他你看他那种对许仙那种怨和恨，你说我又怨他，我又得救他，你这种细微的这种情感变化，尽可能想通过那些弦乐带出来。他不是说用一种艺术形式直接覆盖了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之上，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平台。建立一个那种虚实相间的一个平台，其实我心得就是一个分寸，双方之间都会去让步和进步。但戏曲呢，武打其实是舞蹈、杂技和武术其实结合在一起的，其实它是更多的展示你的身段，更多展示的是一个美感，因为他们是戏曲演员，他们武打呢很难达到说我们武打演员那么快的力度和速度，其实整体美学和形式感是统一的，是一致的啊。没有那种隔裂感，所以就是还是保留一些戏曲的武打成分。我跟武打老师说，我说你这样你要留一点他亮相，你就尽量保留一点他那个锣鼓点，梆梆梆啪给这个亮相。未来就是如果我还可以有机会再拍这个戏曲片的话呢，那其实希望拍一个风格完全不同的一个，看看能不能呈现出一个新的形，最好是不重复。